骑啊，他在两边左右跑下来。那我因为我有学经络，我会去那个经络先打到背后，你知道吗？那光它可以，今天是上面把爱的磁场带来了，把爱的光和能量带来。其实开始他导引的时候，从他一进场开始，我就在排毒，不是排浊气，因为我们女孩子有那个寒气，他会教育你，他直接就会下机到你，就会自己这样做，他会告诉你生活做法，那个气的能量导入大地之母，因为他爱我们嘛，他无限能量包容。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反正你就照做就对了。他开始在排，其实所有的就是我们的爱恨贪嗔痴类似的业绩太好，还有包括我们身上的负面能量的累积。那当然身体上的微恙，我们女孩子有这个寒气，他帮我排掉。他先做了一个排，所以这是非常科学。后来他在做修复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想啊，他怎么不搞定我后面这些？他 OS 他都知道。那他因为让你休息一下之后，他后来把我就是要去老师说休息之前，他给了我在，因为我还是要讲嘛。我想这应该老师知道不是什么怪力乱神。我手上，在我的右手上是一个红色的能量，在我的左手上是一个紫色的能量，蓝的就一切接受一切感，开始运作很快，它是一个很融合相合的一个感觉。我背后那股气没有再跑来跑去，所以我就很舒服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感恩，一切都是感恩，一切感恩万有的爱。谢谢分享。其实你只要有信心，你信任你自己。其实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疗愈师，谢谢。好，刚才呢，光的课程习修的，我也简单的给大家知道光的课程的整个系列哈。我刚才有说我们是从身体，这个我们有分四个级次哈，身体，还有情绪感受、理性都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初阶式就是整个以太体，我们的以太体就是我们身体的复制的，那个叫以太体。这个以太体呢，当你肉身生病的时候，表示你的以太体有破洞，所以以太体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它是非物质身体。好，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整理你的以太体。我们有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学员，他修完洗心第三级次之后呢。那老师刚好有事，就把那班停掉了。结果后来我们 Tony 来台湾的时候呢，跟他解读，你要赶快去修你的以太第四级次哦。你修完以后，你就会有你的姻缘出现。然后他出来以后，他非常的奇妙。上师为什么知道我没修第四级次？上师为什么会知道？我又没告诉他。我刚才是不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让你们看那一章？这张图是不是都跟你连线、离线、离丝线连在一起？所以你什么频率，它都可以解读出来的。所以后来那个学员就赶快请老师为他们开了以太星光体第四级次。他真的耶，那个 Tony 跟他说，你那个姻缘是国外的。他心想，我又不会讲英文，怎么会嫁给外国人呢？结果哪知道那个人是中国人，台湾去国外，然后回来以后又通过朋友，他修完第四级次的时候，这个姻缘就出现了。然后我们都把他当作家，那个在我们光的课程的团体这边分享，你看呐、啊，好好的修，你就有礼物。来了一个好老公，说他现在幸福，那个婚姻很幸福美满。这是以太体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以太体，在这儿。那这个就是你的，光的课程四个级次，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一本书，是在完善自己的，好。系列一，你们买光的课程不要看都一样，就随便拿一本哦。对不起，我们有分，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哈。那还没有开始习修的，你们最好就买这个系列一，要讲系列一、系列二哈。我等下再跟你们分。那你们只要翻起来是初阶，开启内在生命之光的途径，这是开始的身体，四个级次的。好，这四个级次是不是在这个人性意识？我刚才讲人性意识就是二元对立，
然后右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好，第一个在修身体。波罗课程再下来呢，你自己完善之后，你就想去做服务。波罗课程真正在行修是从这里开始，行心一开始才真正的，前面都是在打底，把你自己自身完善。所以呢，会透过一个彩虹桥，你们有兴趣可以上，或是到曲解都可以。我们有那个一系列的书哦，彩虹桥，那你就很清楚。好，要上彩虹桥之后才能够到行星。那行星开始就是一到三，就是系列二，啊，行星四到六，我就不仔细介绍，因为实际上还蛮多的。然后行星七到九。这个就是整个系列行星的，这是在修你的意识，在左边就是基督意识，我们整个的分那个整个系统，然后再下来就是天使一二三，最后就是单子能量，修到单子能量，其实天使次元都已经到天使次元，天使意识到天使意识，从人性意识的二元对立。到这个基督意识，我刚才讲基督意识是无条件的爱，然后再来就是天使意识，到了天使意识呢，就是合一，好，没有二元对立，大家就是一，就合一，所以这叫身心灵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分成这样一个系统。那在功能课程的课本每前面都会有这个图。这包括要修习修功能课程才知道自己的进步进展，整个功能课程的系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功能课程再复习一下哈，刚才我用那个图，那下午一个文字档一个图档，你们可以拍下来没关系，这样帮助你了解灵魂体的十二个中心点。好，那位置在哪里呢？你们看灵魂体从头顶六寸，这关系到等一下我们要做冥想的时候，你知道位置在哪里？好，然后左旋就是逆时钟，好，然后右旋就是顺时钟，就是要帮你护住你的磁场，因为你要做冥想的，所以你的磁场要去护持，好，就用顺时钟，把它护持下来，我等它会引导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顶轮，好，是百会穴的地方，它有写位置，然后在行星就是太阳跟土星。金色光，也就是宇宙真理之光，好，就是、再来眉心轮，第三眼叫额头中间两眉之间，好，它是天王星蓝色光，觉知跟智慧之光。那喉轮，刚刚有讲喉轮是什么？绿宝石之光，创造财富，意志轮，它写意愿轮都可以，好，就是在喉轮。下来，我讲错，这是喉轮，然后意志就是在胸腺，你们记得胸腺，我下次要改这边讲的胸腺，就在胸腺的地方，是在医院。然后心轮在穴位的，就讲膻中嘛，心轮，好，好，那就是红宝石，宇宙圣爱之一之光。然后在太阳里面，就是我们的胃，好，在胃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我的地方，橘色光感受跟灵觉。然后脐轮是肚脐，粉红色完美之光。然后上丹田就是紫水晶，下丹田就是我们的磁骨那个地方，就是薄荷绿。然后海底轮，海底轮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我们会阴的地方，刚刚的会阴之间是红色，就是我们生命热忱之光。然后灵魂体就是顶端，就是脚底，这不算灵魂体，是应该是黑色之光，让我们落实的。灵魂体中心点应该是在这个白色，这个地方叫灵魂体中心点。好，这是整个光的课程的十二个脉轮的位置。好，今天我们要修，我一直在强调那个小我。请一位，什么叫 ego 的特色？来。每个人都知道怎么运作的，一个无意识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二，老是要寻求他人的认同，或是认同于一个东西，包括外在的身份、地位、内心的定位、想法。三，总是不够，要更多，所以总是活在未来，需要负面情绪来做食物，
所以也始终活在过去。四，寻找刺激，上演各种人生戏码，好重温儿时旧梦。五，批判、纠错、抱怨，反映外在刺激，因为它需要与其他人事物有分离感，和人事物对抗，有冲突、反对、排除、抗拒，才能保障它的生存。六，比较也是自我的个性，借由比较而分出高下，所以不是自卑就是自傲，然后自我就能与这些情绪认同。七，始终在下结论或是解释东西，自我害怕无知。八，怀着受害者的心态，并且与之认同，把内疚和过错投射到别人身上。九，死不认错，总可以理性化。OK， 或是有正当理由来辩解自己的情况和做的事，使死要面子，收到攻击或挑战时可以花巨大的代价去维护自己。所以每天要做的功课，每天至少有一次观察到 ego 的操控，指出是以上哪一种伎俩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习修的时候，这个小我是他常常会跟你抗拒，尤其是你想要提升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很多的状况就出来了。那通常我的经验，我们就开始跟小我去对话，他说我没有要抛弃你，因为他以为你要提升就是要抛弃他了，其实我们就跟他沟通说我没有要抛弃你，我们一起来提升，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跟矛盾。好，小我其实跟你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们强调了能量跟随，哎，对不起，能量跟随思想，思想呢导引着能量。所以为什么光能课程，我们刚才一开始有做冥想，就是要协助你们开始练习怎么去引导这个能量，你的心怎么想，就会呈现那个样子。所以我想说，你创造了你的实相，好，这句话就是这个。能量跟随思想，思想导演能量，你都是正面的时候，事情往往都不是你想的那么可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要让你们体会我们习修光的课程。我们今天把那个治愈身体这一篇，请大家轮流来让那个能量去运作好吗？让你去体会那个光的上师的讯息所带给你的是什么，那个能量去运作，不要小看哦，每个念一段的时候，那个能量就在流动了。好，那我们每一个都有课本吧？有吗？有。你那个灯光可能麻烦打开一下。第几页？五十七？那五十四？哎，讯息是五，哎，对，五十三。来，等一下我看看，因为我们完以后都要做一个冥想作为结束，因为今天九点。没关系，等一下课我，然后我就带大家做了。要先带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听老师的，有老师的建议，我们先做冥想，好不好？那刚才我有讲走旋，那我会简单的，你们不要那么担心，先走旋右旋，然后我会引导，你就跟着走就好，头脑不要去想。来，大家调整好，灵魂体中心点就在你的一卡的地方，中指，好吧，开始。430Hz 对我们的脑波是非常有共振，有疗愈细胞脑。
细胞的作用，所以你们好好去感受哈。好，我们深呼吸，再慢慢的吐气，调整好自己的坐姿，让自己非常舒服、轻松的坐着。将你
白色之光的冥想。好，把你的焦点继续回到你的灵魂底中心点，继续启动这白色之光，让这白色之光充满了你的全身。进而扩展到整个房间，这个空间充满了白色之光，与我们在座的共修的团员整合同一个频率。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同一个白色之光的频率开始运作。现在让白色之光在你的头部、左脑、右脑清理净化，将你全部的固有的模式、负面的信念，利用白色之光去清理净化。你的心脏，在这个心脏里储存了很多累积累世的记忆，将所有不再被你需要的记忆全部放在白色之光去释放。
相处了，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去好好的爱他、关照他、好好的照顾他？身体，他已经支持着你，扶持着你这么多年了。你从来没有去关心他，呵护他，现在就好好的用白色之光的能量去呵护你的身体，去感谢他，请他继续支持着你所有的活动。现在你的肉身很开心的愿意继续支持着你，让你每天活在健康、喜悦、活力十足。
接受我灵性成长的一切过程。我释放所有的抗拒，接受治愈。我接受清明视野的显现。我释放所有麻痹着我情绪体与理性体的恐惧。我让光的智慧融入我生命的活动中。我不再将自己的恐惧投射在别人身上。我肯定自己在真理之光的环绕中。我的信心不被任何事物所移动。我释放所有投射在我身上的恐惧。我感受到和平与理解在我之内，并经由我而体现。结束今天反射之光的冥想，感恩所有的上师、国际社的天使社团的光与爱，与今天晚上的扶持，感恩祝福大家，带着光与爱回到现实生活中，让你更有觉知的带着光与爱进行你每日的活动。感恩大家，慢慢的准备动动你的头，慢慢的动动你的手。动动你的身体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再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感受都可以，好，我们在最后。
后的十分钟。好，那你先分享。我先分享，才能够离开。好。刚刚的感觉很舒服，然后因为光，我曾经练过开化光子的课，很长一段时间。那因为那个这次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是跟光的课程，就是有一点连接。对对对，有很大的连接。那今天我特别感受到，在这个里面，我真的能够很自然，而且很轻易的就进入那个很舒服的那个状态。然后整个我刚刚的整个的感觉是，那个头一直在麻，一直在麻。